妈牛肉面不知道。有没有看到他寄贴那个网址，点了就进来了。嗯，他寄贴的收学费喽。有人所以那个有没有看到户头？就是你要收学费喽。对喽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哦，我跑到别人间的去了吗？我怎么看到古阿木了？你跑到别人家了？你被丢去别人家了？那不是三 D 虫，那是三 D 龙，那不是虫。哎、欸，我掉到别人家了。三 D 虫，那是龙。等一下。我已掉到别人家去了、欸。你为什么？点哈进那个没有？点我那网址啊？不是。对啊。等一下差点。你不要先创，你就是直接先点哈进那个。对对对，先点再创。一、嗯。哦，有了。有了。排序，排序，到最下层。大家安安，安安哦。有人问住四楼是谁啊？谁住四楼？我住四楼啊。好了，二号来了。小李去订六个月，所以都二号。那个一号是谁？一号走了。哎、欸，开始了，现在开始了。等一下，我还在玩手机。等一下，要玩手机了，还在玩手机哦。安，多安，来的有点突然。现在是亮哥，桌面截取，所以什么啊？这什么鬼啊？乱猜啊！该不是这个吧？哦，啊？哎、欸，不是，这什么？我知道，名字是这个吗？不是这个，他叫什么？他叫什么叫？他怎么称呼啊？谢谢，不是这个，啊？不是哎、欸，是什么？我刚才打过了、啊，地垫不是啊。地垫、地毯啊，毛毯啊，地毯是啊。哎，有可能是大陆那边的，大陆那边的我就不知道了。大陆那边的其他字的那个，对啊，啊，什么这个老铁，什么啊，这是什么字？什么板？木板的板。板。我打板块干嘛？门板。哎，不对。地板，你画错了啊！你画错东西了是不是？这好像不是那个哦，画错了。什么、啊？这是什么？踏板好像不是这个，踏板是脚踏车。踏板是脚踏车那个。别装傻啦！这也是啊！是啊，不好，擦呀堆。一样啊！欧北来，才不是。好，我想到 OBS 移到旁边去就好了。啊！又是什么牛肚了？开始了！啊！哎，返回了呢。我还以为你画完了。我以为你画完了。我画歪了嘛！我真的不知道该画什么东西。啊！乱猜。啊！一个字而已，哎。嗯，你还死牛虎兔？有了，那个十二生肖打完了。哦，你猜到什么？有这个很明显，这个很明显，这很明显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然后我们就要抽你，你知道吗？啊！什么？你跟我想一样，你要加旁边那个，好对哦，那个点也是，旁边那个点也是画作之一，什么东西啊？哦、好了，它是一个形容词。哈？形容词？胖啊？哦，我觉得有点难过。好哦。好坏哦！好过分哦！我知道了。对不起啊，大家没有说坏哦。哇！这是什么啊？太难了，他为什么出这？形容词啊！你要画一个小的，好坏哦！我画一个小的，它在旁边啊！哇，太小了啦！那太小了啦！这个要怎么画啊？好坏啊！我要怎么画啊？啊，两个字，踏板，直接猜音乐啦！这里有啊，这是啊。啊！这个我就不才能，那是使用一个使用的东西哦，都不是。哎、欸，箭头，也不是吧台、啊，哦，不是哦，哦，行，这就对了，猜到了，是什么？很明显，在多观察一下，玩新入股会知道的。
对。相差相差相差，我需要。啊！我知道了。什么？你每次都去堵人家，你还不知道？对啊，每次都巧遇哎。哦。什么？啊！巧遇怎么了？什么啦？你在打巧遇哦？酒话、啊，我打大牌没有，酿酒大牌没有。你们他是摇球吗？我不去酒吧了。我不去酒吧了，抱歉。我啦，金发白痴妹妹是我。白痴妹妹，白痴妹妹。好啦，我要准备画喽，我准备画喽。好，结束。啊？我结束了，我结束了。小啊！插入是什么？什么啦？不要乱画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，我没有画。好，不然我画，我画比较正确的版本，好不好？来，啊，这样子应该知道了吧？又录、哦，你又录啊？不是啊，是什么？哦，是这个啦，这个啦。啊啊，到了吗？你看，给我回去看那个记录，那个钉子还在连在一起吗？还是分开的？钉子有问题呀、啊，那个小助理啦。这是谁啊？我这是谁、啊？嗡嗡嗡哎！这是谁啊？我不行，我要去 Google 一下。啊？嗯、是谁？马云？哈？不是，这是啥回啊？啊？你 Google 就代表马云。我跟你讲，你们是不可能猜得出来的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。连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了，我怎么猜？它是一种动物，然后、嗯、动物，好，是什么？妈，我觉得我的绘图人生到这里结束了。动物？屁啦，这怎么画啦？白痴哦！什么事啊？这是什么啊？你们一定，你们一定没有看过这种动物，所以你没听过吗？我没有听过。你怎么画的那么像无尾熊？真的很像无尾熊哎、欸！我还无尾熊还要猜两个字哎、欸！它的特色是它旁边超多毛，超啊啊啊！好像有印象，可是那个动物是什么？超多毛，是不是啊？是什么、啊？我的绘图人生就要这里结束了，抱歉。利亚是哈基斯繁星，不是哦。抱歉，我实在是，它是什么啊？它是一种猴子。猴子，猴子。我跟你讲，你们看到这题目也就跟我一样觉得很疑惑，到底是啥回？可是没有猜对，我现在已经蛮难过了，没有人猜对，是没有人可以猜中它的。哇，应该是大卫那边的叫法吧？嗯，应该是。不是那种猴子就叫这个名字，可是我实在是没有看过。它叫什么？提出来。叫什么？没有人猜出来，他就不会跳出来吗？对啊，绒猴，绒猴哦，有啦，有印象啦。我住四楼是杰瑞，我住四楼，杰瑞住四楼，他住四楼还没脸皮。先啊，你没按出来 ，hint 先按下去。我有，好了，啊啊，等一下，好了。那叫什么？两个字，两个字怎么打、啊？没有，动作。洗澡啊！洗澡。洗澡。洗澡。闭嘴！闭嘴！闭嘴！洗过才能草，没错啊。哎、欸，我还很认真想出他的那个两个字叫什么。秋风直接点那个网址就可以进来了。最下面吗？对，嗯。然后点我已满十八岁。哎，我按出去了，没有算了，来不及啦，太晚啦。哎，不错啦。秋风有玩过吗？我玩过了。那个网址不能露出来，不然观众会全部跑进来。对对对。哎，我还没开台，不要紧张。会慢出来。OK OK OK。好的。杰哥，按左上角的 hint。上面有个 hint， 点开。三个字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都不会画。哎、欸，怎么怪怪的？啊、我觉得你这画怪怪的。越画越奇怪、欸。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你是不是想插嘴啊？哈哈哈哈哈！两句接起来很奇怪、啊。土秋风，你刚刚那个真的很像嘛？你刚刚那个真的很像，你有没有试过？
那真的有点血啊！我的东西啦！所以它是什么？牛肉末。那不是你刚吃的东西吗？那你刚吃的吗？牛肉末。就是牛啊，然后就是牛肉切的碎碎的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喜欢白菜是？我觉得这个画面不优。我觉得这个不优。不优。等一下，每次都要点一下那个原彩礼呀！啊，难怪我说怪怪的。什么东西？好，现在要歪是不是都来歪啊？大家都想歪了。我要来当背景小达人了。要歪是不是？来啊！来！好凶哦！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哈基。哈哈哈哈哈！秋风，秋风，你这样不好哦。我怎么了？我打哈欠，你打。我猜我的。为什么？啊，脚脚，洗脚。哈哈哈哈哈！哈，耶！哈，哈，哈，哈。这是什么啦？他什么啊？他的脚就吹到风啊，痛风哦，鸡眼啊？哈，我知道，为什么啊？什么为什么？什么东西？我觉得开心感觉关键。有画这个东西出来有没有？这个有没有？对啊。白痴！等下第一个猜到也太猛了吧！哦，我就懂了。哎，拜托，这几天我都跟哈基睡觉，我会不懂他？哇！哦，好强哦！有没有哈基？要不要不要力啊？考虑我啊！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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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三个字啊！哇塞！这个！哎，几个字啊？三个字，粪是什么啦？粪就是这个啊啊！或者是奇异果啊啊啊！苹果，没有这个啊啊啊啊 ！Hey Apple， 一个人要吃苹果是不是 ？Hey Apple， 这叫什么？啊啊！什么？哦，所以是什么苹果吗？什么苹果？哎，不是什么？哇！真的假的？哇！我知道了。什么？骗人！在那边。哇！小效果，小效果。哎，很近喽。很近等一下，更新一些奇怪的东西。两个字，我不知道怎么画，重点是我不知道怎么画。猜字，猜字，把字拆开来。嗯，拆开画。拆开画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画。没听过吗？是有，这是一个动作，但是这个动作我要怎么形容？嗯，为什么要打锁龙啊？我不就龙头啊？锁头，锁头啊，锁龙头啊。动作。下面还接录、啊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我大概知道了。
哎、欸，这什么是鬼？这是鬼，这是啊，好恐怖。